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来地里把我家的谷子杆给拔一下。知道会好动了，哎，会，真好好。嗯，好了它咋自动不好做呀？是啊。这天干活可暖和。嗯。这天好个能倒不冷吧？嗯。看看那不能出来多帅的。帅他了，把这干往外出的上去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哎，嗯，那个好着好好的很，嗯，主要好了，说这种吧，这是咋？知道好着呢，好着。主要说了种榆树吧，就不是要种，嗯，要种这个了，这在麦穗废了来这个。是啊。人家这是这地方走了过了还不少了，一年肥料没有上。那咋成着过了倒好了？一地地肥料，一地都没有。长了还不来了？不来。嗯，咱走了两亩两不到，不带活了，就这些。这这里可真有福气啊！等到土开坏了，咋就好啊？好嘛。坏了先接到那个咋就病来了？咋这个狗接到了？一休息了，这地就冻着了。哎呀，疼！一休息这地就不一会了。把补的成沙尘，回这里做，回这里沙了坏了，回这里就给他来着了，回这就当命了。种了芽子还得给他来着了。嗯，我儿不来，就不用来了。对。还好吧，俩个。嗯，还有，这个种咋好不好啊？不种。嗯。还是好了快啊，好老难了。啊，我咱这是不倒，你裤子那收的还收的巧，收了，你都没有脚来收了，你头子那马头东西还收了，哈，啊，收了哈，哎，这搁外头哪转不是？我给你继续啊，这是，我就啊，这小人来一直收着了，我也不知道这脚收，就说就在那哈，我就瞧不开始收，来给了一瞧，有没了？有了，还不少了。哎呦。转转可别说了，转还是好东西。转嗯，转原材不知道。你转龙头转芒果咋在地了？不在地我肚儿回来你轮两个人还小啊。这棵竹还不小了，扣不住。转你瞧咱干过了灯还没有来事儿，这吃过了灯。这就韭菜长的。这给一块生样了。这做不好看了。哎呀。小做到也可怜，那就吃了着着过来了。下饭的一饼吧，中。我第二回做做了，咋出去伢是姓米了？中，给伢了米，稻穗榆树还是咋个样？嗯，姓米倒好哈。嗯，姓米甘蔗树是差的。嗯，像那么好的。这不浪都可以种上。种，那有营养的。是吧？嗯。嗯，不但姓米差。嗯。好了，骨感好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回家做饭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去摘海吧。